你的爸爸已经死了。要是别人说我爸死的话，我也会哭啊。这个给你吃。我就知道你是个叛徒，你都被他收买了。安博，愚人节整人整到如同他的爸爸，我可以开这样的玩笑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:30，米雅达。